大家好，今天我带领那个酒店里的员工全体出动去挖土。你们他们都整装待发了啊，东西准备齐没嘞？准备齐了。好，马上准备出发哈。好的。嘿嘿嘿，煮火炉还是一件开心的事情。你们那个还困觉一宿去吗？啊，我这个干活要像干活的样子才行。这土里面去干活的话，穿这种鞋子就不适合了，太浪费了。这个必须得穿解放鞋啊。走吧，出发呀！对，李师傅，你在屋里把那个后厨装那个看好哈，把火劲儿整上点儿哈。好的，好的。你大厨都不用你出动了。哎，他们还有几个人呢？还没来。要得，我们现在等他们嘛。哎，你那个要得，你看那个是啥？哎，他那个还是可以。放在烟头，他有个车，要就是。你那个是么子？鞋套啊。啊，你还会搞外人的事。我来，那个我来开个车子，我们走。他先去，我们来后头来。今天带了几位工厂里面的，包括酒店里面的等等都有。咱们前面还有一个陈哥也在里面，我们跟大家透露一下今天是什么情况啊，为什么来乡下干活。哎，今天为了是什么？为了我们以后那些来酒店来吃饭的那些客人啊，能吃到新鲜的鲜美的鱼肉，所以说今天我们来干活来了。哎，这个有问题来了是吧？我们来干活干什么呢？这个鱼肉它在水里面，我们来干什么呢？鱼要吃东西嘛，我们来给它种草。哎，这个要自己家种。哎，所以说我们就来小背着这一块，前面这一片全部是它的啊，这个别墅是它的，所以说产业很多嘞。所以说我们今天来这个地方啊，先把这个地给它挖出来，挖出来再把那个草籽啊再撒起来，撒起来之后，等那个两三个月那个草长起来之后，就会喂鱼了嘛，是不是？现在鱼也差不多在冬眠的时刻，还没到时间，所以我们把时间算死。哎，我们这儿因为长草也没那么快，是不是？要等个一两个月它慢慢才长起来了。哎，走了，咱们干活去了。这个鱼塘就是这个小被子的，现在冬天的水不是很多，它是很多鱼的里面。这个别墅是它的啊，这个别墅修了好多年了，五六年了，还没有装修。据他所说，好像今年期要装了。我还是第一次来他老家这里。都是做庄稼的人呐，都是农村人呐，是不是？那个现在排一队，那个挖土，都有点感觉像那个过去那个生产队一样的哈，是不是？那个我们是不是应该安安的来啊？看看那么一排挖过去哈，那洋芋没把我弄了，弄来烧得起的。木经理啊，为了鼓舞哈人心和士气，你带我们唱首歌噻，提下气嘛。哦，提下士气噻。对嘛。嗨，那个简单噻。既然杨姐说的话，那我们首先是不是要邀请我们的杨姐来先唱一段呢？杨姐是啊。那你们是要听么子歌哟，天嘞？哎呀，你唱么子，我们听么子，来嘛。我这唱的人没玩摇过火，哪个来推我嘛？哪个可能嘛？那个哪个来推？你们跟我说啊。我现在是要哪个来拉我？那个我晓得哪个推，最近你肯定是那个陈师傅旁边最推吧的，给我哪个推哦？我的原因大家都圆，是不是？陈师傅给推吧。哎，走了走了，你们看我挖的土上不有个采有个采金的哟，天嘞！你们后头是没脚印呐？那不是说我两个可能有一拼哈，我也是恁个哈。
好像是差不多耶。哎，那个，那这个嘛，等会儿我们晚上回去打牙祭嘛，要得不？哎，要得。那个哪是洋芋哦？那个不是我们的那个红萝卜吗？是不是？那么？是洋芋吗？是不是洋芋？你看，洋芋好漂亮。还真的是洋芋了哈。嗯，洋芋。那看起像那个红萝卜噻。那个是妈妈，那个是儿子。哎，杨姐，你说你没搞过的，你还跑到最前头去了？我在学习，看你们哪么搞的，我来看哈，专门到你们前头看哈。没那个喊腰杆痛啊，我腰杆有点痛，我站一下。哎，像我们那数学咋的？没事。好巧，我可不好接话的呀，天哪！他还岁数大。哎，观摩哈噻。嗯。观摩哈那个挖得好小，进去帮我屋里挖下土。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晚上我看那个表现好的，我跟你说，跟那个好给他奖励。么子奖励？那你先挖噻。你不先放点红？那个不能放风，要保密呀。最后我哪个风把你吹过来的，穆总啊？哪个风把你吹过来的啊？春风吹，今天有点春风得意哈。春风得意马蹄疾。你要啷个还要体验生活噻？辛苦了。哎呀，谢谢。哎呀，这正是需要那个的时候哎。那个把它搞的是安排的么子？搞了鱼草是吧？啊。要得。你那个马上鱼那些啊，那个到了季节还要除草那些，你不可能去到处找噻，喂饲料噻，是不是？肯定是个人摘这些草草啊，外头客人他骑着他骑骑那个噻。是纯天然的嘛，是不是？纯天然草头。啊，纯天然的鱼儿嘛。你那片采的么子？那片采的么子？那边那是摘的些果树嘛。全部果树啊？全部摘的果树，那边这个鱼塘。这个是鱼塘噻。嗯。鱼塘我晓得哦，那后头是的哦。整个的网都是的。有好多亩？差不多整个有五十来亩嘛。五十来亩。那个是个自然的一个家噻。那个啊，那个是我当时填的。你怎么填的啊？就是搞那个鱼塘噻，弄个鱼塘的时候，那个都可以把它起出来呀。哦。那一网把它起出来，底下我们小的时候都是在那些堆里头玩，堆里头躲猫猫啊，你嘴巴嘴里你都在里头。那个是我起鱼塘把它填起来的。那个鱼塘，等于把那个泥巴填在里头了。那可惜了噻。这是可以把它肥水，可以把它起出来。哎。起出来那些鱼青呢，那边别墅，整个那一网打出的都是儿童乐园。那一边的话都是搞蒙古包啊那些。哦，又准备那种设计噻，那是可以嘛。你那个设计设想是非常好。你不要不来嘛，你跟慢慢来。那是鱼青，鱼青只要过后的话，我们那边都有优势。因为别墅啊、旅游啊，我们那边是别墅圣地噻。那是可以。原来我们原来都是，当时我们那边搞的时候是啷个？一栋房一口塘，一棵树，那棵树，那个树的造型非常漂亮。从那边看过来都非常漂亮，那棵树。那个是个么子树啊？米桑。米桑啊？哎，米桑。那个一直在学习的，那到了夏天的底下非常漂亮，叶子全部长出来了。像把那个像个古树那种感觉，那个树是不是？都漂亮。希望这个员工才有个又有着落了也是，哎，应该不会为那个酒店厨房的人了，见之大志，看到么子好菜，这个往屋里捞。今晚上我们都吃那个哈，还有那个洋芋块块了哈，多挖点洋芋出来。